张易池看出米谷对卓然的心意，便劝米谷不要把心思放在心里没他的人身上，而且建议米谷，如果要想追求卓然，还是要提前把话和夏初说开，免得以后尴尬。米谷拒绝卓然的邀约后，卓然去办公室找了夏初，趁夏初逃避自己，卓然把一个 U 盘插进了夏初的电脑，黑进了夏初的电脑，拿到了夏初电脑里的资料。夏初正在写病人的医嘱，赶紧叫了信息科的人来修电脑，好在电脑里的资料还能复原。卓然对夏初死缠烂打，要和他一起吃饭，夏初实在熬不过卓然，便同意和他一起吃顿饭。饭桌上，两人回忆起过去，卓然和夏初是高中同桌，两人一起上课一起回家，十分亲密，但突然有一天，卓然却不告而别，夏初说这么多年过去，自己已经放下了这段感情。夏初吃完饭后去找米谷，正好看到米谷被一个变态粉丝纠缠，夏初赶紧帮忙打跑了变态。夏初和米谷聊了会天，米谷问夏初和卓然吃饭吃得怎么样，他对卓然还有没有感觉，夏初说卓然很了解自己的口味，但他觉得爱情并不是只有一日三餐，有时候承诺比爱情更重要。卓然对夏初开启了攻势，给夏初的科室送了下午茶，夏初有些难以招架，给卓然打电话道谢后就挂了电话。正好夏初看到了医院在招志愿者去抗洪救灾，便主动向张易池报了名。原本要去灾区的潇潇见夏初主动报名，还以为自己不用去了，结果张易池让他跟着一起去。夏初把二喵托付给米谷照顾，还打算给梁木泽带点安眠的药，而夏初对梁木泽的关心令通过监控语音得知的卓然很惊慌。第二天夏初一行人坐车去灾区，他们的车却在路上爆胎了，但老班长的工具不够没法换胎，夏初看到有车路过，赶紧挥手让人停车。刚好路过的是梁木泽的部队，梁木泽便让人帮忙换胎，这时老班长突然晕倒在的，梁木泽赶紧让人布置了帐篷，让医生给老班长检查。这次新外科就来了潇潇和夏初两个医生，两人都没有上过手术，经验不足，面对突发情况都有些不知所措。夏初想起刚刚的急刹车，猜测可能是急性血气胸，老班长的情况越来越差，夏初被硬拉上了手术台。好在夏初平时努力，理论基础扎实，很快就找到了老班长的出血口，开始给老班长进行缝合手术，手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，夏初成功地救回了老班长。梁木则把夏初一行人送到了基地，见夏初的外套落在大巴车上，还把自己的外套给了夏初。卓然提着礼物去了夏初老家看望夏初父母，还故意提出自己的母亲病重，在靠药物维持生命。卓然和夏母正聊着天，夏光远突然出现。夏光远还记得当初夏初为了卓然流了不少眼泪，十分不客气地让卓然拿着礼物离开，说卓然想通过靠近他们来挽回夏初是没有用的。卓然只能离开，出门后看到了夏光远的车，他便把夏光远的车胎戳破，又故意偶遇夏光远，说是几个小孩戳破了夏光远的车，夏光远急着去研究所，只好坐了卓然的车，还和卓然交换了名片。夏初得知梁木泽的队伍并到了几个战士，梁木泽便亲自上前线守大坝，
在大坝上熬了几天几夜，不吃也不睡，董志刚也劝不动他，萧腾担心梁木泽，便希望夏初去前线劝劝梁木泽。